明月，爷爷希望你能够接管弗罗拉集团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必须到公司来学习。我不要。我会找老师好好教你的。总公司给咱们厂派帮手来了。你第一天上工就想搞破坏啊？你就是花小琴吧？花小琴私自改工服，扣发三天工资。陈龙平，别以为只有你能帮他。秦东，麻烦你以后注意一点，跟明月不要走太近。花小琴是我媳妇儿，你们不要为难她。你这是不断刷新我对你看法的下限。我们能不能研究出一款产品，物美价廉？我给你写了一份计划书，当务之急，首先你要建立自己的团队，我们并肩作战去攻克一个难关。明月，你现在真的很不一样，如果我们现在才认识，应该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吧。是我了，是我了。你没有想过是谁在背后指使吗？花明晨宣布与他的妹妹花明月划清界限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问你，是不是篡改了董事长的遗嘱？你真的觉得和他结婚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吗？我就是要让你看着我风风光光的入主弗罗拉。等我把整个集团拿下，我让花明月到你面前来求你。老狐狸拿不下来，小狐狸还躲不过呢。表面了，你们要相信自己的角色，由内而外，发自内心的去把这个角色表现出来。快，像个流氓一样。